开工，为繁衍做传发的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神哥。来吧，接下来咱们就来免费帮这位粉丝升级贵族七。这是一个钻石一的玩家，有贵族三。贵族三升级贵族七的话，估计两个六四八左右，但是具体差多少也不太清楚，应该差的不是太多了。那么咱们就先来给他充两个六四八吧，好吧，现在啊，充太多的话可能花不完，好吧，这话就不再多说了，直接开干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直接就让天美飞到家。这个粉丝啊，段位这么高啊，竟然贵族等级那么低，说明这个是一个技术流，说明是一个喜欢玩技术的玩家。好了，点缀已经到账，这话就不再多说了，直接开干，先来一个，先来个什么呢？来，先来一个豺狼狩猎者，去购买，购买，购买，好 ，OK， nice。然后的话，开始武则天，十幸运值啊，十幸运值问题不是太大。先来2700积分，升级贵族四，来，狠狠的闪光，狠狠的出，直接给我闪光，闪两次，闪三次啊，一次性出来八个热水晶，啊。偶像歌手出来了，哎呀我亲兄弟们，太简单了吧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的直接抽出来了，偶像歌手比如这等等，我的小心脏是受不了啊，兄弟们太没挑战性了吧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他直接就把这边干蒙圈了，一点意思都没有的，毫无挑战性，哇，不想玩了，没有意思，对不对，太没意思了，太没意思了，太没挑战了，太简单了，阿北55幸运值了啊，来吧，咱们废话就不再多说，来卡单抽吧，好兄弟们，接下来咱们就来卡单抽，卡完单抽之后，咱就让天美飞到家，一发给他绝杀武则天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，就是这么毫无挑战之心，59幸运值了，最后一发，直接绝杀，没有出来，没有出来，好尴尬，各位好尴尬，现在没有抽出来，看看公屏有关系，多大点事儿，对不对？来买皮肤。多大点事儿，先来个狄仁杰超时空战士贵族服，哎，再来个地狱服，他连猴子都没有，我去，地狱之眼，花木兰眼泪，等等行，他没有的东西好多，貂蝉，贵族六了啊，现在已经贵族六了，后羿，好漂亮，梦奇，天哪，他连梦奇都有，我去。啊，这个受不了了，还差多少？还差632，这还差6000，花不完。来吧，省一点吧，兄弟们，348就行了。348之后看还差多少？现在39，4000，我再放个5，4000差2000，320，再来个幺九八，很好啊。很好啊，老公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行不行？好麻烦了，带着吧，这个分开扔确实特别的麻烦，特别的复杂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直接就把我干懵了，就是说是吧，弄得我是茫然而不知所措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不过没关系，必须买，对不对，买买买，650赢证买就行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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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对不对，多大点事儿，真是的，还剩960，再来个888，哈哈哈哈，直接荣升贵族七，哎呀我的天哪，来吧，再来最后三发新品夺宝，来个帝王小子，没得命，还行啊，我看一共获得了多少的皮肤，应该是特别特别的多的，应该是特别特别的多，看啊，一个哦不对，还有东西没领，魔术师皮肤，皇家上将皮肤，海滩派对皮肤，天狼狩猎者皮肤，我去，太牛了！
看最后的结果啊，战队更新，看一共出了多少个皮肤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多了十七个皮肤啊！移动传说战几个？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个传说皮肤。这下天美亏得都哭了都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废话就不再多说了，咱们晚上直播间里见，拜拜。